都违规。贼爸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深远的飞球，这个球到墙边跳起来，结果林孝成把这个飞球呢给接杀。哇，看这个林孝成左转右转哦，最后球还是在他的控制之内、啊、是武夺要向他致意了，是也不是那么好处理啊，在墙边呢、啊，有时候怕就是可能会有撞伤这样的情形、啊。没错，现场还有一些风势哦。再来就是武夺为什么要跟他质疑，是投手离这个打者这边最近，打出去的出速哦，很清楚感受到。还有他自己应该知道，这球我投失投偏高才会这样子。是，啊、真的是队友帮忙。看弗莱西的哈、哦，这个感觉似乎球也有出去的可能性哦，但可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天信，我是林孝成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，每个月75块，可以看到更多独家内容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